好久不见，我是穆婉晴。清晨烟雨黄昏尽是温柔，少年戎装驰骋星辰如眸。大家不要怕，我是上海华商总会的会长穆婉晴。我愿意跟谭司令来到江城，就是因为军阀之战实在令我们苦不堪言，拥护革命对我们来说完全是百利而无一害啊。对呀、啊，你这么说我们就放心了。穆小姐，这次多亏了你仗义相助，我替前线的将士谢谢你。没事，玄林的事情就是我的事情，他为了你可以不顾一切是吗？为了他我也可以。我不想当你的软肋，我要当你的盔甲。那以后遇到了什么危险都要告诉我，我也想保护你。婉清小姐，今天怎么穿着睡衣就出来了？那也比某些人穿得跟仪仗队一样强。别以为你当了一个区区的外文秘书就了不起了，那些人对你好是看着光耀哥哥。那照你这么说，你连一个秘书也当不上是怎么回事啊？你还真是做得滴水不漏啊。光耀哥也说了，你只是一个外人。他怎么能受欺负？就你话多。